从空中看八卦山风景区一片灯火通明，各种造型花灯，每半个小时还有一场灯光秀。除了好看的花灯，现场还设置了纯白色的旋转木马，吸引了不少小朋友。这是彰化今年灯会现场，县府配合八卦山大佛整修完成，在风景区内和贴图画家合作设立了各种可爱的兔子花灯，另外还有七大灯区，希望吸引游客造访。有这个赚钱兔，有幸福兔，有甜蜜兔，分布在我们八卦山几个地区，有七只我们的这个兔子哦，在等大家。不只有彰化，在云林虎尾镇公所也以太空为主题，主灯是穿上太空装的可爱兔子，另外还结合古迹规划了四个灯区。镇公所说，这一次的灯区是历年来最大，设立的地点也选在限定古迹、铁桥等地方重点景观，希望能够创造新旧交融的特殊景象，让大家看花灯的同时，也能够了解虎尾的历史。我是新闻无量杨宗颖、谢忠义、吴建宏、彰化云林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